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跟你相对象约会的吗？我们正看电影呢，小宝给我打电话说联系不上你了。那个快回去吧，好不容易逮着一个，就到时候丢了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吗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心情不好？哎呦，还嘴硬！你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都会来这儿。我心情好不好跟你没关系，你赶紧回去陪你小美女去。哎，那行吧。哎，那个，我今天晚上估计回不去了啊！你帮我去我家喂一下皮皮啊。站住！你今天不回去，你明天不上班？我明天保证不迟到啊！不行，你这都不靠谱。你今天晚上必须回去，我明天早上接你。宋总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你不能限制我自由吧？我说的不行就不行。不是你这都有点不讲理了啊！那我这下班了，我这个我就明天早上什么的不行就不行。哎，哥们儿，女朋友生气了，点首歌哄你女朋友。不点，他不点我点，给他来首算什么男人？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眼睁睁看他走，却不问不问。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？宋贝贝，你这，哎，你哭什么？哎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骗你呢，我今天根本就没去赴约。哎、我这人很挑的，这女朋友必须得一个比一个漂亮啊。她这又没你漂亮，又没你有身材。哎呀，这主要是，主要是她比你还黑着。哎，你干啥？你想谋杀亲夫是吧你？钱的，钱的也算夫啊这。啊，你说你这大小也是个老板，你像人呢，怎么能轻易流泪呢？好了，不哭了啊。我明白太放不开